其实海欣庄园呢度尽头又一辣个，呢度尽头又一辣个，基本上系无尽嘅走廊。你估系一层几多个单位？海欣庄园今个月就做紧一个新嘅优惠，咁除咗送家私送税，而家仲送埋一年嘅免费停车位。如果正常隔篱嗰啲烂地停车场咧，一个月嘅停车费咧大概3000几，自己屋苑楼下嘅停车场咧大概系4000几去到5000蚊，送一年计下有60000蚊噶。咁我哋睇下佢有几 jack 数先。顺住呢边咁就穿过隧道行过去油仓安城站，一层四梯32户，不愧为劏房之城。真係好多單位，我哋睇間406尺嘅兩房，呢度嘅屋苑最大嘅户型都係兩房，咁就 A8 啦。入嚟都係有個玄關，然後呢度都係有個鞋櫃啦，擺幾對鞋啦，然後掛下啲嘢，上面仲有個電箱嘅，咁可以擺下啲嘢都 OK 嘅。然後入到嚟就一個長形嘅廳啦，呢個廳就靚仔少少嘅，因為擺位上都幾夠合理啲 sofa 啦，都係兩個人到三個人居所嚟嘅。咁一個長形嘅露台啦，望出去就山景 OK 嘅。呢邊山景就向翻當睡房啦，俾小朋友用，不過佢嘅梯真係好靜。然後下面就係工作區啦，上面就有張床，仲有個衣櫃配置。上叫做好合理，即係利用曬噶啦。浴室簡單企理，廚房都係細啦，你見到擺完個鍋咁就冇位啦，冇辦法。然後呢度就係一啲雪櫃位啦，上面仲有啲微波爐啊，啲家電係齊嘅，只不過空間太細嘅啫。然後呢度就係一個梳妝台啦、衣櫃啦，就俾主人房用嘅。如果有工人姐姐嘅話，其實啲家可以俾工人姐姐用都得，位少少。然後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即係下面就衣櫃位、梳妝台或者電腦台啦，上面就瞓人，仲有個工作露台，咁行出去就望翻入倉城嗰邊，成個間隔利用曬嘅，同埋利用曬咗一層高，似呢啲單位就700几万到800几万，你覺得值唔值？